德南啊，欢迎回到 WGMP Channel。我们今天要去试这个 McDonald 的新菜单，叫做 Sea Salt Ice Cream。OK，就看是很美一下啦，好像来那个啊，那叫什么 blue cheese 一样那个颜色啊。So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其实我也是因为朋友在 Facebook 有 share，然后我就看到哇，好像很好吃这样。然后，因为最近美东呢，它就来 season 呢，一直出来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来是怎样的。OK，so 基本上是这样的，问你们看不看得到？看起来应该蛮好吃的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去了，等下你们跟着看就好了咯。我做你们的白老鼠，我帮你们试看先，等下不好吃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继续看吧，拜拜。So 呢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McDonald，我不懂满街到不到了。So 呀，我们下去一些 McDonald，现在已经大概是2点了。So 我们去看一下满街到有没有。哎，等等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在哪里哦？进来啊！我已经在里面了。哇，他穿美美嘞，我穿得很普通吧？喜欢看宝宝，快要进来哦，快要进来哦。这个是满天，也是很久没有见了啊。所以，我今天约他来嘞，是这个新的 McFlurry 的 Sea Salt，特地来陪我吧。哇！上面我们要去哦，这个钱。OK，so add to order。现在到了，把欧巴叫了。OK，so 我们等待吧。你们刚刚可以看到他的单，不过你们看不看得到？给他的单是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最下面这里是一个6块的单啊。奇奇怪怪呀，这个是今天陪我来吃东西的吧？要放一下 Instagram 嘛？没有。So 这个已经是有女朋友了，所以你们不用再看了。So 呢，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，我们你看不看得到？So 我的 initial review 是，妈妈的样子哦，这个东西讲真的，我觉得比较重一点点吧。药水味一样啊，我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吃啊，然后也太咸了啊。如果你们问我建不建议吃嘞，真的不是这样建议吃啦。这个东西大概是6块钱。如果你们真的要吃的话，我建议你们还是吃回普通的 Oreo McFlurry 会好吃很多啊，没有什么特别。这个 video 应该是到这里吧了。然后也要感谢这家水呀、啊，这个门店来陪我吃东西，感谢你啊！不要的。这个影片也是到这里吧了，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